人吗？好久没有在这地方直播了。对啊，好久不见这个墙。等一下大家进出的话，应该都前两个礼拜。这个背景好久没出现了。对啊，上礼拜抽奖跟圣诞节那个都是在圣诞树那边。有人吗？应该不会吧。慢慢慢慢来。Hello， 佩佩。你今天突然微笑了，年轻了，我今天变年轻了。对，今天穿红色气色看起来很好吧？是不是昨天约会吧？嗨，星云，这是 Molly 来晴月。嗨 ，Molly， 你不在，今天那个 Ruby 要代替你做150代表。我发现我才忘记在哪号了。大家应该都进来了吧？一开场就先穿着我们的国民 T， 国民的，就是特价的商品。今天很好看。然后我觉得现在好像都蛮流行这样子。对啊，这样绑起来，对不对？对啊，就是这样。你绑的好那个、哦。你为什么有特别的绑法？你绑得很紧哎，什么意思？这不是蝴蝶结吗？这个、是你帮他要的。这我昨天绑的。那我的嘞？过来，我现在有点像啾啾。这样绑好像很可爱。嗨，张婉容。等一下会不会有人问说那个怎么卷的？那你可以为大家示范。大家知道这个帽 T 特价直到明天早上10点吗？那我们先，它原价690，现在特价390，真的很便宜。等一下再卷给大家看好了。小羊来了。嗨。今天我们讲到哪边？送两件，还在暖场而已，两件大学，两件那个，对对对，那可以自己挑颜色，可以，可以，11色可以自己挑，这样也很难挑哎、欸。它有11个颜色，每一色都想挑。嗯，我这个也其实也是粉色，但是在镜头上看好像有点橘红橘红的，它有点像，它其实是玫瑰粉，嗯、对玫瑰粉，它是玫粉，对，干燥粉，我的是干燥粉。然后有人问我说推哪一色，然后我自己是，我也会回他们干燥粉，嗯、因为上次的大学题我买那个粉橘，我也买了干燥粉，你也买 ，Ruby 也买干燥粉，嗯，我感冒有好一点吗？我有吧，应该可能比上周好一点，比礼拜五的时候好一点，礼拜五太严重了，嗯，好，我们大家都戴那个帽子，因为好像感觉棒球题都会想要戴个帽子。可是感觉好像今天头发有点乱，对，很乱，我的头发也很乱，颜色都很可爱，就是总共有11个颜色，然后我有穿，因为我们158就是盖过屁股嘛，对，我穿短裙，哇，辣的，就是你把裙拉短一点也可以，好，不要拿掉，就是我们等一下会示范各个不同身高的人穿着的感觉，嗯。我们还有邀请，就是神秘嘉宾，我们还有邀请我们的异性朋友，但是我邀了两位，那有一位好像要放我鸽子，三缸仔，三缸仔叫什么换歌？他就说他很忙，他可能等会中途会进来再换之类的，因为他通告比较多，因为他是男缸仔仔，因为我们就想说。因为这么优惠的价格，想说不能只有自己买啊，嗯、也要帮男朋友买，所以我们就在公司里面找了一些男性，让他们试穿看可不可以，就是穿得下。而且我觉得这一款是因为它有点厚度，它是内双毛有厚度，所以男生穿起来不会是软软，因为有的绒布它会比较哦，它是有怎么说、嗯、一点点贴身的，对，但是这个是有厚度的。所以男生也蛮适合，而且男生穿帽 T 加牛仔裤就很帅，好可爱哦，对不对？刚刚小羊穿用很真诚的眼神跟我说好可爱哦，因为我昨天看到宁泽，我昨天看到江江男友穿那，我也觉得好可爱。我又想说怎么突然很真心。昨天雅雅po文还说，如果男生穿干燥粉色，应该也很可爱。干燥粉吗？韩国对，韩欧巴都会穿干燥粉色。可是如果欧巴188，可能就没有办法穿了。可是如果对，知道。昨天江江的男朋友是183公分，好高哦，会穿灰色的那个，真的很帅，真的大家都这样觉得。江江也在上面呢。对啊，他刚才我叫他的名字，你有叫他名字吗？有。所以今天会送两件，可是你们不觉得这个这么厚的，然后这么多颜色可以选择的帽子只要390，很便宜，而且它
我觉得这季都有点佛心来着。对啊，是发生什么事？所以因为太佛心，所以我今天有邀请那个神秘嘉宾来跟大家可能 maybe 解说一下。有吗？现在吗？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那他会说什么？我也不知道哎。他看有说我可以不要讲话，有蕊过吗？轻易说不想不敢讲话，没有蕊过，没有蕊过。我穿的是米信。对，穿了穿了。心意会不会讲出一些特别的话？嗨，心意来了。我们邀请了那个为大家心意也要介绍，心意也要介绍他几公分。他要介绍哦。他会不会？你要你可以吗？你可以谎报没关系。嗯，不行吧？张张今天首次那个直播有男性，信义哇！我们营运部的信义怎么会做到这个这么可爱的大学联茂大学梯这么优惠？390，对啊，给大家的礼物。哇！他单身，请问一下你的身高？天蝎座。170，所以男生如果170的话，穿起来是这样子，正好像蛮算刚好的。有过屁股吗？一半的感觉，一半的，快到。我裤子穿比较低。哦，那可鱼可以跟站在心仪旁边看一下，这个身就是你身高，因为你156，我要问他那个袖子会不会太短？太短，有一点，有一点了，是还可以。可是因为昨天江江她男朋友快183，然后他里面他说袖子有点短，然后他里面有再加一件，对对对，高领的，这好像也很可爱。对啊，有加东西好像也蛮可爱的。我想要在前面一点，但比较高。对啊，还是心仪要前面一点。心仪是穿黑色的，你觉得如何？舒服吗？它的刷毛是内装吗？你会买回家？会。哇！但是因为它现在是一路还是两路？就是单件、哦，好，单件就可以买了。江江回来了，嗨，江江，江江跟 Molly 回来了。174公分也可以吗？嗯，如果是比较标准的身材的话，应该是可以。就是你是说，因为我本来想就是不要过露，对，然后手不要过长，手不要过长。有人说艾瑞斯说男生穿也很可以，对啊，很可以。看一下会180穿会太短，那个袖子可能会有一点袖长，对。可是韩国穿起来刚好到那个手腕那边，我们穿起来都这样，就是会这样，这样。可是韩国有男生他可能这个比较短，他里面可以露一截，可能有条纹，对，也很帅。嗯，什么配是女生173应该也可以吧？可以吧，女生的话应该都可以。阿甘，心意还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客人说？没有，请客人不要退货。好了，你不是说不要叫他讲话吗？我好像有点想讲，你可以聊，你可以过来聊个天啊，心意天蝎座什么血型是什么？A B 型，天蝎座 A B 型，很特别。A B 型，然后单身未婚。现在是在真有，我们在帮心意真有。我们还找了一位165的示范给大家看。嗨，165好像就比较没有那么。而且阿甘里面这样加这件很可爱，很可爱，好瘦。有人说在真有吗？是在真有 ，Cindy， 你有男友吗？我们就是为了要就是示范给大家看，就是为了让大家可以买给男友穿。对。那我们等一下是不是要站一排这样给大家看身高？好像可以哦。今天有收到试穿内刷毛，很舒服。颜色，嗯，搭高领也很好看。对啊，喜欢很会买衣服的女生吗？哇！天蝎座 A B 型应该是觉得偶尔购物可以，但是如果是购物狂，可能要考虑一下。可是如果是买 Puzzle 可以吧？买 Puzzle 可以，因为买 Puzzle 它有折扣，所以可以。它有10个扣的，有10个扣，他就可以帮你买耶。那怎么办？会不会新认识了一些就是只为了原购的？江男友来吗？江男友要上班，他直接敲不到，敲不到他。这件帽 T 厚度算厚吗？嗯，应该算，一般吧。好，那叫他来六楼吗？还是我们先站一排？因为它里面是这种刷毛的。是我们站一排。它里面是刷毛的。好，失控。那我们跟雅雅说，你能不能？
Ruby 今天有穿 Ruby 一五零。跟我爸穿一我一五八。哎呦，按照身高穿。这样我们会没办法入境。这样方便一点。还是分两排。Ruby 就在最前面。这是一，没有人帮我们画。一五零、一五六、一五八、一六、一七零都可以，一八零也到一八零都可以。所以刚刚有问说一七三可不可以？其实应该都可以穿，只是说长度到哪边了。爷爷来了。我觉得男生一七三穿衣长应该也是可以，只是袖子，如果他是手偏长的类型，可能会有袖。如果是比较正常就，就还好。还有什么问题？帽子戴起来是松松的吗？很松、啊，算，我很喜欢它的这个帽子，大的帽子。还是我们示范怎么变婴儿啊？好啊，要吗？对的，你要先放心一走吗？好、啊，那心一还是心也要？心也要变婴儿吗？心一好像 OK， 心一今天可以拍一张穿搭照。那心一大家拜拜，拜拜，让大家跟再让大家看，大家看一下，看一次心一。天蝎座，拜拜，拜拜。他的帽子是很重，有很重，而且我已经绑好了、欸，好像有点 K。我没有照镜子，叫问题。已经绑好了，我的那会很好笑。就是韩国不是都会用这种，韩国都喜欢穿。他小样的好可爱哦、喔。这我那个毛帽会不会很大？要是吗？好像很大，很大帽子很大。你不用那么急着脱、啊，搞不好等一下再看。这样很好笑哎、欸。而且一定要绑那个蝴蝶结，更可爱。是吗？我们到底在干嘛？对啊。好，那我觉得穿上其实很像浴帽，穿上这个好像会变笨、欸，真的很像浴帽哎、欸，这样好可爱、喔。很像浴帽哎、欸。哈哈，人家礼物、喔，好想要拍照。这是另外一种穿法，嗯，就是我。是健身房的穿法吧，这头发就不会一直跑。真假的？真是没有在穿帽 T 呀？有吧 ？L 说我们很好笑。L 在哪里？我也觉得很好笑。L 他说好好笑。我们到底在干嘛？我们今天好像有点，可是就是蛮多人这样子的、啊。嗯，这样子拍照很可爱。还是我们要那个，就是真文婴儿照，看谁最可爱。也可以啊，要问 Ruby， 那一定要问 Ruby， 那就结束大家拍。他 Ruby 怎么那么奇怪？因为他是有毛呢，不是因为他里面有毛毛，因为他里面有毛毛，所以很像一坨三角饭。就是如果大家想要这样的话，就记得要用 QQ 的，就要用要拉紧一点，让它缩起来。刚刚有同事走过去，然后用很奇怪的眼神看了我们一眼，因为我的背应该是好笑的吧。好了，那我换衣服吗？还有人对这个那个帽T有什么疑问吗？只特价到明天哦。只特价到明天早上十点，然后就会变成原价、欸，所以现在要帮男朋友买，就赶快，今天晚上就要下票、而且我们的那个物流是不是明天要？对，明天要跟大家讲一下。对，可是他们还是要先下表啊，因为不然明天早上十点就有那个。哦、对，其实今天时间已经过了，今天。今天出货时间，今天三点就是三点前的订单。今天三点前的订单会出，然后我们明天的物流要盘点，所以会暂停出货一天。嗯，所以可能今天晚上订不能明天收到。可鱼小妹好，等一下。可鱼小妹好像小宝宝，是因为这个是因为这个颜色吗？是阿伦吗？不是吧？厚度跟泡袖刷毛T一样吗？就好像跟我不确定跟一样，对，跟那个之前也是有十一色的、那是有那双毛吗？有，那应该是同样的布料。对，就上次你穿粉橘的那个，对，嗯，特价390，单件就390，两件是七百八，所以你跟就是你一件，男朋友一件，就是或者你一件，妈妈一件。姐姐、妹妹，刚刚有人说要买一件给儿子。刚刚有人说买一件给儿子。儿子158就是跟我差不多，就是会穿。想问 Peggy 下面 ，Peggy 下面绳子怎么卷的？要问 Ruby 哦，请他等一下拍那个会教学影片。刚刚 Peggy 的，要请他拍现实动态，再拍走现实动态给大家看。好，那
接下来呢？接下来就可以去换，就进入今天的主题。好，今天的主题就是因为接下来就要跨年，2017要过完了。对，你要去换衣服。我们这是今年的最后一次直播，就是啊，对，真的假的？对，我那天刚刚才发现，今年最后一次直播，谢谢大家陪我们度过一年，真的。就是接下来就是要跨年，然后接下来又会有过年，然后刚好这礼拜又有很多各种红，它就是它不是一定是正红，它有可能酒红、酒红、砖红之类的。对，就是我想说各种红色系，因为有些人好像听到红色会觉得很害怕，就是会不会穿的红色蛮好搭的？对，就是想要搭就是。又有红色，就是你过年或者是喜庆，我知道，因为不要穿的，就是比较有很喜气的感觉，但是是可以有时髦的红色，就是你有一点节庆感、嗯，可是又不会很不流行，因为太喜庆了，有点浮夸。对对对对对。可是因为像跨年，不是会有可能十几个朋友聚在一起，那一定要穿最亮的颜色。你想要当焦点，那你就可以穿红色，可是又不要过度夸张的话，我们就示范给大家看。好，谁要先去换？嗯，好，我先，那你再聊一下，怎么办？啊，怎么办？还有人对这个帽T有什么问题吗？有人想要看后面帽？不然你戴那个帽子给大家看好了。我刚不是戴过了，我就说你帮我看宽宽的，因为它的那个很宽。它这个帽子呢是有蛮有垂坠，是宽的，蛮有分量感的帽子，喜欢。所以你里面可以戴帽子的时候，还是可以再戴帽子，像我现在这样。别穿的像阿朱嘛，说的没有错，我们就是要穿的，就是还是很流行的感觉的红色。我穿的是米杏哦，明年见。没刘海，教如何戴毛毛，就是 Ruby 啊，就是我就会直接这样戴，然后会大概露出一点点像宝宝毛，就对，修饰他的脸型。就是不要全部都压下去，就是可以露一点点的。152帽 T 可以单穿吗？可以，因为这件真的，它的品名是宽松男友风，所以它真的是宽松，而且男友也可以穿，是认真男友也可以穿。可如果真的是男友190，可能就是真的不行。应该很少人男友会190吧？还是有吧？有吗？有没有男友是190的？分享一下。现场黄光吗？现场黄光吗？应该算有黄有白一点点，没有到很黄，看起来像白，它是带一点黄的，就是米杏，对，它就是米色，就它不是纯白的，是米色，对。我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185，你说男朋友吗？185干嘛要这个脸？你应该要开心啊，对不对？男朋友185干嘛还要生气？明天会有新品哦。哦，好，那个 Peggy 来了，我要先闪了。真的，我觉得这颜色很特别。这一套很好，我觉得过年就是要穿。没有，不是跨年，跨年，因为这个这两个过年跨年，这是跨年，你知道这个是20个朋友，你就要最桃紫色的，你要一出场就有王者风范，就是要穿这个颜色。对，我觉得这颜色还蛮好看，然后还蛮适合跨年的。然后这个耳环也是这次的，这样很好看哎，就是都配粉色，我觉得蛮好看的。但是我觉得它这袖子有点长，是故意做这么长。就是，今年很流行这种很长的袖子。而且我觉得它很舒服哎，因为它的材质是有点像是毛海嘛，就是它是很舒服的，很有质感的那种很厚的针织，就是穿起来不会刺刺的。对，穿起来不会刺刺，里面很舒服。虽然我现在是单穿，我里面也都没有穿那个发热衣什么的。就是也不会刺，就是是很，而且重点是这个颜色超显白的。这个颜色其实还蛮少会出。对啊，而且是显白的，我觉得是显白的。很多人可能都会怕这种颜色，但其实这都是蛮显白的颜色。对啊，然后我是因为它好像长度没有办法单穿，所以我里面穿了牛仔裤。那牛仔裤的话，尽量如果要搭这种比较宽一点的，这件是那个吗？喇叭裤901，我不知道、啊，是那个 PS 看一下。超弹力显瘦的，好像是、欸、超弹，它这件是超弹力显瘦牛仔长裤，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上架的，好应该是之前，应该是这 PS 的，我们自己都忘记了，应该是，我觉得还蛮瘦的、欸，然后因为我搭这件毛衣的话，我就会选比较合身一点的牛仔裤，因为它这个比较宽松，所以你在下半身的话就不能选宽裤啊，或是
有破洞，有破洞其实还好，看你喜欢怎样。这一件我觉得应该算是隐藏版的，然后再搭那个靴子，靴子会看起来就是会比较时尚一点吧。嗯，好，大概是这样。你介绍完了，介绍完了。换小羊，我是贵气的，哎、欸、对，我相信好，贵气的要去跨年，你怎么凉？超凉。嗯，因为我穿了这样子的感觉，就是感觉你就是有打扮，然后可能你要去一些牛排馆，对啊，就是可以看到101烟火有一个牛排，这真的很 party 的感觉，好像叫做什么？是那个吗？有一个二楼的那个吗？就是他可以看到101的烟火，然后好像蛮近的牛排，高级牛排，可是我也没吃过。嗯，然后我就是因为这一套洋装是，那卢炳添帮我拿这件。好，哦，对不起。因为这套洋装是两件事，它可以拆开的。然后我选了那个酒红色，因为刚刚有说是红色系的穿搭，所以红色系有分很多，就是有比较亮色，然后到比较深色，然后这个是比较低调一点的。然后有一点贵气的感觉，因为它的蕾丝，它是蕾丝，所以你其实你这个里面，你如果怕冷，你也不用搭这个蕾丝上衣，你可以穿自己的针织的也可以。嗯、然后它是这边，我觉得它是把领口做的蛮漂亮，就是有露一点点的蕾丝，然后跟就是，而且我刚刚摸那个蕾丝很软欸，对，它是软的，它是软的蕾丝、嗯，超舒服的。它袖口还有做这样子的，跟领口一样的花边，很可爱欸。嗯，然后。我特别穿了小短靴，我觉得你们都可以这样搭，是比较女生一点的装扮，因为我们平常穿休闲的穿太多了，对，然后就觉得说好像偶尔这样打扮一下好像还不错，就出去吃饭就可以这样穿，嗯，而且也不会太浮夸、啊，然后就背一个小包包，然后可以这个也是这周上架的，就是夹式的耳环，这个就有一点点时髦感，因为它是格纹的。然后我又想到说，如果很冷的话，对，这套也蛮适合参加喜宴，我觉得是可以的。嗯，然后我想说冷的话可以套这件。里面那一件，这个外套，针织的，这样搭也好可爱哦，好可爱。我先跟大家，这是超长袖，真的哎。因为挂久了嘛、哦，我跟你们说，因为毛衣只要挂久了，其实它都会变垂变长。可是这一款应该本来就稍微长了一点，但是可能又有点挂。我的手真正的长度在这里，这样好像蛮可爱的。我觉得超长袖很可爱啊，因为它就是会，你如果把它拉到正常的袖，就会有点泡泡的感觉，泡泡的，很可爱、欸。这种款式毛衣款式，我会喜欢穿，就是比较往后这样子。好可爱，而且里面多穿一点好像也不太会发现。就是你如果穿短裙配这样蓬蓬的毛衣是很可爱的，不管你穿宽身或穿合身的。嗯，然后我觉得这样子好像也还蛮好看的，我自己觉得很可爱。太长，真的很长欸。我觉得这件好像有点挂，因为其他件好像没到。对，因为挂很久就会长。袖子应该可以反折吧？袖子可以，对，嗯，耳环很可爱。这个参，刚刚有人说参加喜宴也可以，而且参加尾牙也可以，过年好像也可以。尾牙，对，这件好像什么任何场合都可以穿。嗯、这件外套很可爱，这件还外套还有，我等一下想穿那个桃红色跟黄色。哦，对，嗯，很可爱。我决定我来示范这个外套穿搭给大家看。那我还有红色的穿搭吗？有吧？应该有，应该有。好，那我再去穿。那我穿，我就穿完喽。小羊去换下一套咯、嗯、换可鱼，换这个进去，换可鱼。我先，我换第二套。因为我这样。你应该一开始我们在聊天了。就是我觉得这个条纹就是很特别，因为它前面有拼这个荷叶。你这样又很像就是画家的感觉。对啊，为什么你每次你？驾驭任何的风格，他就是很有这种气质啊，画家。因为在这个网，你要不要站远一点让大家看全身？而且我的裙子很可爱，这裙子卖很好哎、欸，很蓬哎、欸，就是很有一种复古的感觉。小羊和小扎，这是不是有跟他的姐姐有哦。他们好像小扎，是不是也是这样搭、啊？这一件 Peggy 身上穿的裙子是冬日复古打折中长裙，对，然后它也有口袋，然后它的
感觉是有一点雾面的这种，就是雾摸起来有点雾雾的，然后很蓬，就是腰围的话我会觉得是有一点点松，但是有人说你好你好文青哦。这个好像很适合去华山，或者是什么咖啡厅之类的。看展览，然后我会这样搭，就是鞋子，黑袜加那个牛津鞋，所以我觉得好像真的蛮不精美。可是这样也很可爱，而且我觉得这荷叶拼这荷叶很可爱，因为它的那个位置刚好是在落肩下，就看起来不会很，就是不怕撞，就是有你这很可爱，是显瘦的位置。对，是很特别的。就是如果你家里很缺条纹衣的话，这款也可以再买下，因为它是算是，因为它是做油造型的条纹，油造型的条纹衣，嗯。然后布料的话，就是类似像这种。哎，因为它袖口是做这种的。对，它是有做缩起来的，缩口的那种。嗯。好。然后，有长度的话，就是在小腿。Peggy 是158。有什么问题？该请问你有没有人说过你长得像刘亦菲？好，换可鱼啊，可鱼现在超多人问，超多人问的英式风格蕾丝格纹长洋装。其实刚刚 Peggy 也有穿诶、欸，她穿在那个大帽 T 里面。哎、欸，你看今天的夕阳好美哦。对啊，今天的夕阳好美哦，大家可以往窗外看一下。今天夕阳好美哦。我穿起来会太长吗？我刚刚其实没有认真仔细看、欸、好像还好，因为我看 Molly 好像也有穿，对不对？因为 Molly 穿有一点长，我觉得你穿好像算刚好的。那我觉得，而且这一件真的很多人问哎、欸，这件真的很可爱啊！我也是，就是一看到这件就觉得哦，好可爱，好像应该要买。这件可以调长度吗？不行，而且很少格纹会拼这种蕾丝，它跟上礼拜的。天鹅绒那件不一样，是上礼拜上面是不是没有拼蕾丝？对，上礼拜上面那件它是只有下面。啊、这礼拜这个有，它这边也有短短的蕾丝，这边也有短短的蕾丝，然后下面也有蕾丝。你是不是要拿下来拍一下下面？好像拍不到哎、欸。拍不到吗？对，这样好像可以。这一款应该是蓝色的，它有咖跟蓝。刚刚 Peggy 穿的是咖，这个是蓝。然后我里面搭的这一件其实也是这礼拜的新品。就是隐藏版型，这里边好像真的很多隐藏版。可是其实我刚吓了一跳，因为你知道它是可以一件可以，这里面这个橘色就是可以单穿的吗？你知道它有口袋吗？我知道，而且它是300。对，我想说我它其实是算是小洋装。我想说我要怎么把这个300塞进这个衣服里？可鱼多高？可鱼156 Cindy 五猜我155，差不多啦。可以看咖跟蓝的对比吗？可以帮我拿咖啡色的这个吗？150可以穿吗？150可以，大家可以看 Molly 的 Molly 的 IG。 对， Molly 的 Molly 有穿。噔噔噔噔，你刚刚有拍这个美丽的蕾丝吗？再拍我拍吗？这好可爱哦，好像可以买耶。而且真的很少格纹有做蕾丝耶，其实对、啊、而且你就去参加女朋友的聚会，你就这样走出来，然后就你知道你就会这样而且那个下摆蕾丝超好，那个下摆蕾丝那个蕾丝，而且这个橘色也是很可爱。有人问帽子，帽子也是我们的，帽子是上礼拜的，上礼拜的。我跟 Ruby 是戴一样的。这个帽子真的很好看，很像小精灵啊，戴起来。这帽子真的很好看，很适合街拍。那你们要帮我拍吗？150的话，可能要穿一点有跟的鞋子。Molly 是去实穿了吗？ Molly 好像去实穿了。哎， Molly 今天是不是有穿啊？她今天穿的是天鹅绒的那一件。嗯，现在又没有人，只有我一个人。哦、我以为你实穿了。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你穿的心得， 150穿的心得。其实咖跟蓝远看很像，我不知道在镜头上看不看得出来。它跑掉了，这个是咖，这样看得出来吗？还是你把光往近调近一点啊？这个我手上拿的是咖，然后我穿的是蓝，这样打光好像比较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这边好像比较深一点。这是咖，这是蓝，还是要调近一点这样。其实很像，这样好像蛮明显的。因为它的差别是在哪里？就是这个是咖啡色的格比较粗，然后它也有配蓝线是细的。然后我的这一件是蓝线是三条的，然后咖线是细的。除了橘色，还可以搭什么颜色衣服？黑色啊，或者是你看它这个里面。这个格纹里面有什么颜色，你就可以搭什么颜色，卡其色、咖色都可以。其实算蛮百搭的。Molly 怎么跑走？因为他说他还没有补妆。小杨好了，下一趟。好，我换了一个。小杨换了不同的风格。不同风格的，就是好可爱哦。我想说，也应该也有比较女生一点的女孩。对。就是她不太穿洋装，但是她可以穿上下身的搭配。有点荷叶边的感觉，好像也不一定要戴这个帽子，因为戴帽子是变可爱啊。对，戴帽子好可爱，变很可爱。这样好的，就是变可爱的。嗯，就是有点学院风的，然后但是因为这一款荷叶上衣，我觉得它是很，它的布料我很喜欢。对，它这样布料是有点厚雪纺，可是它其实是摸起来很有就是蜜桃绒的感觉，对，是柔软的感觉。嗯，而且里面这件好像也可以再搭一个蕾丝的之类的，嗯，那或者说你也可以穿宽裤，牛仔宽裤都可以。对，然后想说就是红色的上衣，你可以这种拍照是这样，真的很可爱耶。嗯，就是有一点点样子。对，然后搭格纹，因为红色只要搭任何格纹，我觉得都蛮好看。然后我还有一个外套，因为我刚刚说要把格色穿出来。这个是深蓝色的，对，刚刚那个袖长很长的，这样搭也好像也可以，好像也可以，长版的，好可爱，这个样子，这感觉这个好像也很像，也可以去看展的感觉，嗯，好像可以，对，然后就是要讲什么呢？它的红是有点，嗯。橘，嗯，有点橘的，不是正红，也不是暗红。你如果不敢穿大红色的话，我觉得这个红是可以接受的，就是平日也可以穿。对对，平常上班我觉得也可以。对啊，而且这件我上次好像也有穿去圣诞 party 啊，真的，类似款，嗯，然后里面是搭蕾丝啊，对，小蕾丝也可以，嗯，而且它连后面也是做，就是后面也是蕾丝的。后面不是蕾丝啦，哦，后面也是荷叶啦，讲错。嗯，后面也是荷叶，就是它是连到后面的都是。贝雷帽我们有类似的，嗯，但是不是买这款。嗯，然后耳环也是这周上的假式耳环，嗯，很可爱，很多人都想说猫球球，球球，而且这个球球是大颗的，你看我可以这样子，没有到这么大啦，但是就是可以这样，嗯，感觉很扎实的感觉，嗯，很蓬哎，欸，对啊，对啊，就是你。就是可以配一个大小小重点，可是它有分量感，啊。有人说他也有买这件上衣耶，那你觉得材质很舒服吗 ？Summer， 哎 ，Summer 上次是有得到刷具，但他放弃的吗？嗯，好像我忘记了，感觉像是吗？是你吗 ？Summer， 好像是江江抽奖。好，那我去换下一套。好，那我们换 Peggy。好，我换了我们这 Peggy 又换了另外一种前五名绑带的那个毛衣。然后我觉得这件毛衣跟其他的毛衣不太一样，它的针织很软，很垂，就这件比较有垂坠感的感觉。这件小羊也有穿绿色的。对，小羊是穿绿色的，然后我穿的是这叫什么卡其还是杏色？忘记是什么名字，反正就是卡其色。忘记什么颜色？对，然后它是做，因为它是做有点垂坠感的，所以看起来就是会比较慵懒。然后，但是它有四个颜色，给大家仔细看这袖啊。另外颜色是黄，有点黄色。黄色我今天原本要穿，我原本要穿黄色，但是我找不到黄色哎。哦，你有拿？我原本要穿，我找不到黄色。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袖口，这袖口是可以可以自己调的，这很可爱。就是我刚好拉松了，就是它可以自己调的袖口。它是整个交叉的，嗯，就是如果你想要穿针织毛衣有点不一样的话，就可以买这个。但是它的细节又不会到非常的大，就是很就是有一点小巧思。推哪一色 ？Peggy 推哪一色？我推。你觉得哪一色比较好看？我觉得绿色蛮可爱，但是我觉得这色好像比较沉稳，应该比较适合我。对啊，然后它的袖口是做有一点泡泡袖的设计，
而且它是做直纹的，就很显瘦。我给大家看政策费。因为如果针织做直纹的话，其实都很显瘦。然后裤子的话也是这周的新品，是格纹的，这件很好看、欸。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一件。但是裤长我觉得好像要卷起来会比较好看，虽然它放下来是刚好到我的裤，就是卷起来有点，卷起来有点英伦风的感觉。我放下来到它的长，我是卷两折啦，长度的话大概是这样。没办法，我只能这样尽快了、哦。那好，这样子可以吗？就这一只是放下来的，那你转另外一边，另外一边是卷起来。它卷起来好像看起来腿比较长哎、欸。对啊，因为露出袜子，然后再配牛筋鞋，看起来会比较好可爱哦，好看。然后它这件的那个面料，它是做表面是做刷毛，所以是冬天也可以穿的。帽子会有吗？帽子有补另外一款的格纹，格纹的贝雷帽，对，咖啡色的。大家可以去看补货的，是158咖啡色的，腰围的话是合身的，对啊，大概是这样，这样穿很好看哎。不管是搭毛衣啊，同色系的毛衣，或是搭衬衫的话，好像就会比较正式一点。对，然后我现在是搭棒球帽跟毛衣，就会比较休闲一点。很显瘦。哇，你们两个太好了，气势都太对了。好，换小杨一起，不行啊，也可以一起啊。小杨立马又换了另外一种风格，是要去派对的，对啊，好像是同一个派对，对，对啊，就是黑红，好像那我应该要穿短，这样如果你们俩一起走进去，就立马好像也应该穿短，我们一起走进去那里面好像也不突兀哎，对啊，就这样，你先讲，好，我先讲。我其实想讲最百搭，其实是我这件格纹裙，真的耶，它竟然可以搭大娘姐姐，搭任何的都可以，从刚刚第一个那个大雪连帽大雪地，嗯，然后一直到红色荷叶，对，就是对也可以，这个很好搭配，可以，而且我觉得它是显瘦的，因为它很素，对，就是它会把你的肉都素，对，我就是忍不住想，因为我有穿卡其色的那个。然后我就想说，我如果穿黑色，因为我今天头发好像有点，就是月光仙子。穿黑色你会一直反白。哦，真的。就是普。黑色我觉得就要配更亮颜色的耳环，然后这样才有、就是，就有一个重点的感觉。全部都黑了，然后就想要一个亮色一点的东西。然后因为这件它其实很宽松，然后我要说的是，像这种手钩的毛衣其实都是手工做的，就是工厂的师傅这样一手工钩织的，对对对对。因为那时候一直想要在做这一款的时候，因为这个是很久以前，大概5年前，五年前我有出过一款这个，就类似的，对，类似的，然后也是那个时候工厂毛衣工厂也是这样跟我说，我觉得它的质量厚，就是整个都很厚，这个蛮像韩货的，对啊，材质很好。格纹裙下半身宽大可以买吗？因为有分尺寸，我穿 S 号的是还 OK， 因为它后面它的背面是做松紧带的，所以蛮有空间的。这件真的很显瘦，这件礼拜六有，对啊，这件很好看哎。然后我自己是又带了一个这个，因为这周有上很多假式的，而且那我觉得你如果不敢的，对，不敢这么亮。可是因为我觉得这样远远的，好像就会看到我了。对，没有你穿这个，谁会看不到的？可是黑色我觉得算黑色算蛮低调的。黑色蛮低调，但是你就会看到亮亮的。但是你如果是比较低调的人，你不想要这么亮眼的话，那你就可以戴暗色的。对，等一下，戴这一个，这好可爱，有心情。这个对。它就是感觉显得比较低调的人，哎，对。如果有毛球脸，好像会比较小，哎，好像有一点。你说这一边吗？对，视觉上面的话，对。好，那我就介绍一下。这红的真的是远看就看到你了。红色很可爱，桃红色。该可鱼了，可鱼的那个。可鱼的过年穿搭。圣诞节你也穿一个，圣诞节会不会就是刚刚我们这个我也有穿，去我们去参加那个圣诞节交换礼物的时候，就是要讲这个故事，就是不是刚刚讲说这个是过年还有跨年什么都可以的穿搭，然后如果说十几个朋友的那个 party 你要最显眼的话，我觉得大就是穿这件，而且它可以露，对，就是可是我觉得它不是那种可以拉到很。
很平的，所以它也可以就是斜剪或者是就是这样子，嗯，这样子就好像都可以。就是上礼拜我们公司不是聚餐嘛，然后 dress code 是那个红跟绿，嗯，然后我就穿这一件，然后配皮的短裙，可是那个短裙是我自己，我现在穿这个皮长裙是明年的商品。明年的我要讲的故事就是，然后那个吃饭的时候就有一个美编的同事就过来跟我讲说，他说哎，可以，我跟你讲，刚刚我们部门的人看到你换这个衣服就想说，哇，你真的是很认真很认真，他们都很认真啊，我就是说你们这个，我就说我不小心好像太认真，所以如果你要去那种，可是其实也还好，我们就直接选了一个你想要拍照亮眼的，你想要拍照很亮眼，在十几个二十几个人里面就是大家都看到你的话，我觉得这件真的真的是立刻看到你。这件它是棉花糖反折一字领短版毛衣，它是比较短的，我现在是没有扎进去，它的长裙就在这边。然后我觉得它有黑色、白色跟红色，除了红色之外，其实白色也很好看，而且白色就是你可能走出来，大家就以为是仙子。仙子，你有看到雅洁穿白色，就很像仙女。对，耳环也是上礼拜的，然后它这个耳环呢，它从就是这下面的角度看会比较圆，那上面的话，因为它是这边有接一个这个，所以可能从正上方看的话就不是那么圆。然后这个上衣，我那天以为会我穿，因为那天很冷，我们聚餐的那一天，然后我就以为会很冷，但其实我跟大家说，这个上衣非常的热，非常的保暖，因为它的针织很厚，对，它是算蛮厚，它是毛海的这种。它是算厚的，它是毛海的，但不会刺，可是很暖，很扎实的那一种。所以其实跨年大家都穿很多，有没有？你就穿这一件，就是又亮眼，然后又只有你一个人，就是还露肩，这算是微心机吧？因为小心机有穿的。对啊，就是你还有一个人露肩，然后拍照的时候还有这个耳环，很可爱吧？自己讲样。想你想看格纹裙背面，小杨已经去换下一套了。我好像也要去换下一套了，那怎么办呢？没人了。它这边还有一片这个，就是这一片其实我觉得算是，然后遮住你的那个蛮修饰的，对啊。好热哦！我去看一下，你去看一下下一位去哪里了？格纹裙下半身宽大可穿吗？它有分 size， 然后我觉得它束缚感很强，就是束把你的肉束起来，让你变得很显瘦。有看小编穿白色的照片很好看，对啊，换 Peggy 好了。我刚穿那件的时候，发现我好像要去钢琴发表会啊，有像哎，如果没有带贝玲，你穿这个也很适合哎，就是我就说话 Peggy 是不是很百搭？Peggy 现在穿的裙子跟刚刚是不同件哦，不同件，它这个是这件是更正式的感觉。这件不知道为什么让我想到红心皇后，这个拍得到它的光泽感，它是绒，这个。它的是厚的绒，漂亮的红哎、欸，这样转是不是有看？这样，然后这样转有，这样转有，就是它这个材质，这也是跨年、这个、过年都可以穿。比刚才那款再软一点点，但是它就是更正式一点。刚那款好像可以搭球鞋的感觉，但是这款好像真的好像就是休闲的话，好像就是比较难，因为 它是比较它的材质就是这样。对，就我拍个吊牌。好啊，然后有人说裙子很好看，都没注意到。因为这礼拜其实真的很多隐藏版的，对，而且我看的衣服，我喜欢自己喜欢这种长度。这一件 Peggy 现在身上穿的这件是质感绒面，什么圆裙？我马上就问，反正就是质感绒面圆裙，它比刚刚那件再短一点，对不对？我有忘记，好像差不多，好像是对，好像再短一点点。然后上衣也是这礼拜的前三名卖很好的小清新荷叶领蓬蓬袖点点上衣，而且这个衬衫才390，这个不管是质量内搭还是很好搭，还是直接跳搭，而且很舒服。你上礼拜五是不是穿这件？对，我穿黑色的，嗯，对，但是它好像有点头，好像搭 bra， 可是黑色的它的材质是很感觉很有质感，是皱皱，嗯，皱我看得到皱皱。这种对它是有感，不会不容易皱掉，就是它如果你这样压到有些雪纺，其实质感不好啊，它只要一抓都会走远。站远看全身嘛，而且我觉得它这版型还蛮好，就是很全身大概是这样，然后配给是有扎进去的，这样好像蛮显瘦的，很瘦哎。我刚想说再搭一套，如果它是内搭的话，我等一下再搭一套给大家。好像很搭背心裙。我刚刚穿的那个红色，就是可比上礼拜人也是这样搭，也是吗？对对对对，这样还蛮可爱的，好
上有点可爱。好，大概讲完了，讲完介绍好快哦，时间很快。嗯，快速的介绍下一套。其实我是很想说，就是以平常的装扮，很休闲的。因为我主要是想要把这个外套穿完，因为我觉得这件很可爱，然后我生怕大家不知道它。我觉得这礼拜太多隐藏版，对，因为这礼拜其实很好买，就是很多就是好看的款式，而且我们针织都是厚的，我觉得厚针织很可爱。它是材质是这样，是就是算是粗针的那种。粗针，然后一样很长，然后但是它就是可以穿这种就是感觉，因为我就是穿。平常我们会很休闲的时候会穿搭的感觉，就这样看起来也很修长哎、欸，其实这样子有吗？还是有个镜头是长的，腿超长。宽裤，然后宽裤是长版的，然后这个也是长版的，你感觉好像会，其实里面那件可以再穿薄一点，但是因为我现在身上只有这一款，这款也是，这款很可爱，里面也是，就是这个内双嘛。之前佳亮说一穿上去，他就觉得哇，怎么是这种材质？这个很可爱。裤子真的很显长哎、欸，这个这一条、嗯。然后我穿的这个应该是桃红色吧，我来看一下。然后我配了这个桃色的耳环。对啊，搭的耳环好搭哦。想说比较太亮，所以我配了一个就是浅杏色的帽子。好像就是你平常会穿的。是我平常就这样上班、啊。因为就是大家都是这样。对。嗯。然后我还有准备黄色的。黄色好像也可以搭。应该也是可以搭这样，因为。我觉得最好看，在我们家可以买到，最日常生活的穿的款式就是条纹跟牛仔裤、啊。对，因为我们自己平常都会，所以我们很就会设计这样的款式，而且可以搭一些各式各样的条纹，就是宽条、细条，然后。还有那个条中条，这边有那个条纹，然后上面有那个荷叶、那個。哦，荷叶，对对对，那个或者说它是，而且白底黑条是最基本搭，不管搭任何东西都很好看。基本像这个裤子转一圈，这个裤子转一圈，这是裤子转一圈，可以吗？这样，它是宽裤的，落地宽裤的感觉。耳环还有货吗？应该还有吧。这是夹式耳环哦，这个。而且搭很基本的时候就可以搭一些比较亮色的，但是我想说这个搭配到哎、欸，我刚刚在看的时候，对啊，这样很可爱哎、欸，嗯，很接近生活，对啊，就是生活穿搭，真的是我们平常就是这样穿，然后我再换另外一个色，露比较窄。好，小羊身高几公分？是158。这个宽裤我穿 M 号，小羊身宽裤穿 M， 这件宽裤我穿 M 号哦。这个黄好可爱哦！对啊，这个很可爱，这不是，它是这就是黄，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它。它算是芥，没有到，它不是亮黄，对，它不是芥，小鸡宝宝的黄的感觉，小鸡宝宝的黄，不是这个黄，是有点很亮，但是我觉得跨年就是也要这样穿，就是这样就一定找得到你，对，一定找得到你，那我可能就要穿亮的，你要穿亮的话，你就看不到，我就会埋没在人海里。但我觉得里面。如果你是穿合身的牛仔裤，你可以把它拉出来。但是因为我现在穿宽裤，所以我需要就可以扎起来，这样看起来我腿比较长。对，然后这件外套也是这样子。黄色好像很可爱。黄是亮黄还是芥黄？是有点算偏芥黄。偏芥黄，然后但是它是，我觉得是时髦的黄。嗯，就是不是太亮的那种。对，很可爱。有质感的黄色，有质感的黄，很适合平常生活的黄。你在那边等公车也不觉得奇怪，就是因为大家如果平常都、啊，我觉得这个黄应该要搭那个银色的那种耳环、哦，大耳环会比较好看，这样很时髦、欸。对，可是我那耳环不见，如果搭那种大宽宽的耳环，不要搭我这种球球的话。咖啡色的这个外套我有穿，你家里有去文章里面小杂志可以看。我的文章更新了，所以你们可以在文章里面看到，就是我穿的。啊，对，是显白的黄。对，我们中文有想到。艾瑞恩，你们刚刚说什么？艾瑞斯说是显白黄。我们刚说芥黄，有质感的黄，不会太亮的黄。就是没有想到显白的黄。对，是显白的。而且平常穿这种亮色的，好像很可以耶。然后那个这个是 U U 一，
哪一个？这个 EU 好烦啊，到底怎么念？这个感觉它是去很冷的地方，可以在宽裤里面搭发热裤。对对对，在因为宽裤很宽，所以你真的可以穿任何只要短版跟长版的内搭裤，内搭裤发热内搭裤在里面都可以。而且这件宽裤是 PS 系列，所以是一定是显瘦的。我一个结尾，我想这个专辑也可以一起吗？这个专辑好像可以。我觉得我现在是还是很担心。如果你跟我一起出去就，就大家好像都会看到你有点太慎重了。说我吗？对，因为如果你跟我要去，我们要去逛街。可是这个还蛮熟悉的。就走在路上的时候，好像我很輕鬆，可能远远就看得到你们兩個。我很轻松，然后你是比较就是有打扮的，因为你的上衣有帽子，而且有样子的，而且这个对。其实我身上这个感觉很圣诞节，可是圣诞节已经过了。对，可是我觉得这个过年长辈应该也会喜欢。对，这一款就是长辈会喜欢的款。对啊，他会长辈真的会说这个组织做的很棒。他会说：“哎呀，你的衣服怎么这么漂亮？”过年就要穿长辈会喜欢的款，穿新衣哦，很漂亮哦。没有，红包就会比较大包一点，所以这是红包款。看你啊，看。哦，好。然后因为不是刚组织是红。我就想说这一半这个裙子好像也是隐藏版的，这个裙子真的很好看，而且它是松紧带的，不是拉链。刚刚 Peggy 穿的两件都是拉链，这个是它是百褶的，清新气质感百褶中长裙，然后有橘色、绿色跟黑色。雅雅有穿绿色，我是没错，这一套就是红包款，就是想要红包很多的时候就可以穿这一套。说什么啊？姑姑好，阿姨好，叔叔好，婶婶好。过年就是要穿新年快乐的长辈会喜欢的款式，是他们喜欢这种大图案，然后再加上红鲜艳的下半身，然后还有一个帽子，红包款都出来了，我也觉得很好笑。这是 Ruby 说是Ruby 说是红包款，不是我。可是这个我觉得蛮可爱的啊，很冬季耶，就是、那個、很像北欧还是哪里的那种上衣，是那种几何图形的感觉，然后配一个咖啡色的靴子。而且你看它这个裙摆，这裙摆真，你看它慢一秒，很可爱吧？它这个裙子还有深绿色，我觉得深绿色也很好看，深绿色更好搭吧？我觉得对，深绿色也很好看。深绿色的话，上衣是黑色就可以搭了。裙子好美，对，它这个摆着很美，而且它这个这边是看得到吗？它这边是这样子，黑色的松紧带，就不怕就是吃太饱之类的拉链会拉不起来。可以换好了，我是搭另外一套给大家，就是另外一个搭法给大家看，就是哎、欸，你搭那个刚刚那个点点那个吗？就是刚刚点点那个，然后就是刚才雅竹穿的红色的那个，然后就是如果两个搭起来的话，那不一样的感觉。这样很好看哎、欸，就是点点这个可以内搭，然后它其实也可以刚像我那样单穿，然后这件的话，如果里面搭蕾丝啊，或是透肤蕾丝，或是这种点点的话，高领的毛衣之类的，就是比它还要再。能够塞得下它进去的话，这种层次比它再更贴身。对啊，也是今年还蛮流行的。嗯，好，然后对，就这样。然后我会搭牛仔裤，再加靴子。有人刚问我裙子的材质是雪纺的。好，大概这样。就是因为它做了很低领，像我不太喜欢露这边这么多，因为露这边这么多的话，就是。就是脖子也要上底妆，在擦底哦，在擦底是，不擦底啊。好，哎，雅竹换好了。要结束没？对啊，对啊，他好坏哦。他竟然放我们鸽子。对啊，以后不要帮他，不要敲他通告。没有，可是 Ruby 都已经预告说 ，Ruby 都已经预告说，今天有两位特别来宾，就只出现了一位。有人骗人。他在干嘛？你问他在忙什么？你说你在忙什么？啊，可以立马加上。哎，我要进入尾声了。对啊，但是我忘记我要讲什么。今天有人刚刚有人喜欢这一套吗？就是你现在身上这一套，有人喜欢这一套吗？喜欢的可以按爱心。就是这一套，这是一个套装，就是上下分开，然后我是做这套是有点休闲感觉的，然后它是针织的，对，
啊，对对对，它是针织的，它是针织的休闲套装，是针织哦。因为我原来它是棉的，就它是针织的，啊、真的、哦、是针织，而且它的针织是有弹性的那种，这种针织。这种针织就是又持久，对啊，仔仔说他无法，我真的感冒，不好意思，就是厚针织，不是厚针织，它是舒服的，就是你摸起来是柔软的，但它又有厚度，穿起来是显瘦材质的针织毛衣套装，感觉穿起来很舒服，真的很舒服，不是棉质，是毛衣针织的，对。然后它是明天的新品，而且这件针织竟然这么显瘦，这很显瘦、欸。因为那时候我在试穿的时候，因为如果以我当身材的话，就一定要显瘦，不然对，就是会穿起来就是，因为我自己都会想要穿起来是瘦的，最显瘦的。对，这件真的很显瘦哎、欸，而且腿看起来很长。它是有点飘飘，不会飘飘啦，就是垂坠感，嗯，就有点很休闲慵懒风。然后我故意做有一点点小性感的，就是你可以这样微露你的锁骨。对，我没有锁骨，我的锁骨呢在哪里？就是我挤一点点出来，就是大概是这种感觉吧。这款是明天的新品，可以不要拉一字领吗？可以啊，可是变成这样，就是这样。可是因为我设计其实是有点一字领的，嗯，但它不会到非常的。就是不会到很不会到这种这样，你要特别拉，你特别拉也可以，但是它其实就是微的，微微的好像是对，嗯，对。然后上衣只有一个尺码，然后下半身有三个嘛，然后这个是明天的新品，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先预告，嗯嗯，大家明天记得来，明天早上十点的时候，这个是限量哦，这款是限量的、哦嗯，应该是吧。所以上衣是限量款啊！我的伙伴来了，我们要去运动了。但是因为今年真的很流行这种运动风，而且对，它有口袋，所以我觉得不会说一定要运动才要穿这种，就是平常上班也可以。因为我们这种条纹的裤子，其实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有一件嘛。而且我刻意没有把肩带收起来，就是我运动内衣不是会有这种黑色的嘛，肩带，因为我就会露肩带，好像也是蛮可爱的。衣橱的必备款，不好意思。会吗？这样会很不好意思。这样就是因为我这样单边觉得好像还好。哦，对，因为运动不是很穿肩带的吧？运动不行。对啊，不是有一种运动的 bra？ 这样好可爱啊、哦！一边好像还可以。嗯、对，我裤子是穿，这是谁？秋美，我的裤子是穿 S 号的，可遇也是。而且它这个质量真的很舒服，真的很舒服。而且我昨天试穿的时候，我就这样拉起来，把腰的地方拉起来，我就吓一跳，它好显瘦，我觉得它会把腰变得很瘦，因为它是。我在这边看我镜头里面的我好像很瘦，对啊，很瘦，有点远，真的我看起来好像怎么有点，而且因为它这个边条，它就会让它就是视觉上看起来好像变瘦，而且它有口袋，真的，对啊，真的口袋，而且它也不会看起来鼓鼓的，对，超隐形。我这一款算是我今年巨作吗？巨作，年底大家一定要买。今年我有很多很好看的款式，大家一定要买。明天这一档是今年最后一档。最后一个礼拜三，是吗？对啊，对啊，对，自己在看你啊，这是最后，我们今年最后的商品就是这一款，今年要过了，对啊，这好像可以姐妹一起去运动完，然后懒得换衣服就继续逛街，有点感伤。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有点感谢大家这一年的支持。对，因为我手机容量满了，所以我要一直删影片跟照片，然后我就看到说我们从今年8月开始去英国拍照的照片，然后一直到就是最近期我们所有的东西，因为我就要看哪些要删，哪些不要删，然后就觉得说哇，半年还过得真快，就是就是很谢谢大家，因为我觉得今年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整，对，我现在好像有在讲什么那个，就谢谢大家的支持啊，嗯，对啊，就是很谢谢你们，就是每次都这么支持我们，因为也是有看到有人说，就是有感觉到我们秋冬是不是品质有提升，嗯，所以就是谢谢大家。嗯，然后明天大家10点记得来买我们这个最后2017年最后一款商品，大家一定要买。这个是黑配白条，这是黑配白条，我的是深蓝哦，深蓝配红，很可爱。这是我们 Palo 最后一款商品，明2017最后。过完了，我们就要到2018嘞，好快哦，好快哦，超快的。哎，刚好这边都是上次礼拜五得奖的朋友，真的，是不是2018就要换季啦？我们会不
不会，因为一月还是很冷。我说我们的形象。哦，对对对对，形象会，我们会有新的感觉，感觉视觉给大家看，感觉就是看到我们的官网看，就是明年就会给大家跟现在。而且明年我们行程算蛮大，比较非常的准备了很多惊喜，就是会让你一直一个接一个这样，真的是一个接一个，就是很多的惊喜啊，很多用心的企划准备给大家。嗯，有人问就多少？这是分开买吧？没有，分开是一套的。是吧？好像是分开，是吗？嗯，雅洁是一起还是分开？套装，一起卖，分开吧。他们两个意见，每个人都不知道。江江跟雅洁意见不合，分开卖，这样会分开。不是一套，没有是分开，因为我记得我看档期的是分开，是分开的。这么快，就是可以选，等一下扣一下。那你也可以这样搭。可是我是想要一套一起卖。可是那怎么办？还是我们等一下，找一下，先调整一下。对啊，反正就是明天锁定。大家比较想要一起买，还是想要分开买？应该问一下大家。一套，因为我说一套啊。Vicky 说有感受到我们的用心，真的，这个真的很舒服哎，这个也好舒服。嗯，我们修口会努力赚钱，我们也都在努力赚钱。还是把到月底都没有什么钱，还是把信义的联络方式给他，因为他刚有问说他就是喜不喜欢那个很喜欢买衣服的女生。他说买趴怎么可以？买趴怎么可以？可以哦，那你是刷他的卡吗？应该没关系。乱叫，这样子让大家再远看一次好了。他这边是红色的，这样。那我要，大家都说一起耶，要去确认一下那个。嗯，大家都说一起耶，售价就会比较高。好了，那就让你们选一下好了。大家都说一起，如果怎么办？一套的话，一套，因为你知道两件，它是两件，所以真的会比较价格比较高一点。就是你一次就要买两件，可是如果分开卖，你就是买一件就好。对啊，可是如果大家都想要买一套，我也不知道，看大家觉得。那等一下我们要找信义，就是那个天蝎座 A B C A B C 信义聊一下，对，看就是他觉得我可以一起卖吗？因为我还是要经过他的同意。嗯。我觉得把他抓来之后，他可能就会说好。要当做吗？一起耶，大家都说一起，大家都说一起。那我们等一下，还是我们等一下 ，IG 那个现实动态开一个投票。好啊，就是按要按的、那個，就是跟上这边那个投票。一投可以一起，然后心意不让我们一起。我们要就给他看，就说76%那个76%都说要一起。一起，我跟他谁谁谁谁。心意有朋友了。你有好朋友，你有人要跟你做朋友，有可爱的女生要跟你做朋友。我们等一下问。嗯、好啊。对，五十兰来了，饮料来了，饮料来了。对啊，点心时间。到了五十兰来了。哎、欸，对啊，怎么久？对啊。好啦，那我们要结束了，大家明天记得。大家写录，明天10点，因为最后一次的直播了，我们来留念一下。我好亮啊！拜拜，祝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跨年要小心哦，因为跨年很多人，不要发生，不要离烟火太近。对对对对，或者人太多的地方不要去。大家可以穿黄色、亮色、亮色，对，亮色。我真心推荐大家穿刚那个棉花糖一字领去聚会。这个我觉得也可以穿，因为很亮啊。就是如果走在，可是这个人很多的时候，裤子会不会太湿？那你觉得会这个在晚上应该只能看到白线。Happy New Year， 拜拜。好了，大家拜拜。